应冲著吴宗憲这句话，林志颖决定拚生女。林志颖录制综艺大热门，图记者林百年社2108409。暌违12年发行新专辑的小旋风林志颖今9日录制吴宗憲所主持的综艺大热门，此次也是林志颖从2006年至今首次录制的台湾综艺节目。谈及生女话题，林志颖反问吴宗憲：“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生个女儿？”拥有3个女儿的吴宗憲表示：“没有生女儿就是一个遗憾，生再多儿子也没用。”问及因为赛车导致颈椎有骨刺，被医师判定不能再赛车，否则会导致情况恶化，这样一来是否会影响生女计划，林志颖笑说：“这个和生妹妹没关系。”在听了吴宗憲的肺腑之言后，更激起林志颖想生女的欲望，表示：“冲着宪哥这一句话，我会努力盼看看。”林志颖又二录制综艺大热门，图记者林百年社2108409。林志颖出道多年，冻龄容颜向来是外界瞩目焦点，问及究竟是如何保养，他笑说：“其实养小孩就是一个最好的保养。”拥有4子女的吴宗憲也点头称是，更说：“难怪有很多人说我跟你长得很像。”吴宗憲除了不停夸赞生女优点，更说儿子唯一来看他录影是为了捅神而来，让他很是无奈。林志颖发行新专辑《我的骄傲》将在四平街举行签唱会，并透露哥哥也在当地卖肠粉，对于家乡有许多感情。问及会不会想在小巨蛋开个唱，林志颖则说：“先把专辑做好，其他慢慢来。”吴宗憲则笑说：“我要办了，大家可以先看我。”逗了众人。林志颖录制综艺大热门，图记者林百年社2108409。